呢晚系关子斌红馆嘅歌唱尾场，古巨基、阿 sa、容祖儿都继续撑佢。大家都咁 friend， 啊換衫有時都唔，大家唔衫嘅，基本上大家唔知道當咗我個演唱會係咩，全部人喺度講埋曬呢啲咁嘅有味笑話啫。好朋友咁支持你，有冇諗過點樣多謝佢哋先？啊，我而家真係未諗到，但不過一定會請佢哋食咗餐飯先，因為佢哋嗰啲真係唔係買一個小小禮物就可以報答得到嘅一份好大恩情。